的大会主席、乡民会长、各位领导师友、各位贵宾，还有我们2021的洪水会长们，大家好！好。新隆辅导会隆美狮子会第33届受证典礼，身为辅导会永康狮子会，仅代表我会全体师兄向各位表达祝贺之意。台南市永康狮子会在33年前辅导永美狮子会成立受证，33年来，两会是以历久弥新，会会在各界会长的领导下，与全体师姐共同努力，同心同力，落实狮子精神，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，深获社会人士的肯定与赞誉。身为辅导会的我们也深感荣幸，乡民会长在历任会长期间，贵会师姐以社会服务上充分表现团结合作的精神，表现优异。新任会长郑丽娟师姐将接下重任，相信在郑会长领导下，与永美会全体师姐共同努力，相信永美会会再创高峰。最后，进驻大会圆满成功，师运昌隆，各位领导师友、各位贵宾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